埃及25岁的流行女歌手西亚姆，因为在歌曲 MV 中有吃香蕉的画面，被法院裁定为煽动淫乱罪、可耻行为罪、公共场合可耻行为罪等罪名，被判处2年刑期。西亚姆本名艾哈迈德，在这部名为 I Have Issues 的歌曲 MV 中，他饰演一位女教师，片中有一些身穿性感服饰跳舞，以及吃甜点、吃牛奶香蕉的镜头。 MV 发布后便遭到埃及保守主义者的强烈抗议，就这样西亚姆的 MV 在埃及引起轩然大波，不仅他遭到牢狱之灾， MV 导演同样被判了2年。当地媒体抨击称西亚姆在引诱青少年堕落，舆论压力下，西亚姆在脸书上发布道歉声明，表示没想到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。即使这样，也有很多公众表示支持西亚姆，趁法院的判决令人难以置信，你们怎么看的呢？